欢迎收看包恩碎碎念，我是包恩的韦恩，我是包恩的包伯。我们今天总要回答两个问题跟分享一件事情，那大家看下去吧。那我们首先先回答第一题，很多人在透明拿铁那影片有问说，哎，你们的杯子不一样的大小，这样不是盲测一测测出来了吗？是的，首先第一个要先感谢大家有就是看那么仔细，看到有杯子大小不一样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其实解释一下，是因为我们当天原本是想要直接拍热讯时，可是后来发现呢，刚好手上有也有拿铁，所以我们想说做一个尝试，然后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让大家看说，哦，原来这个东西的开箱，那增加一点点趣味进去。所以呢，以后任何有跟资讯的正确性相关的内容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小心。然后还是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的问题呢，是来自于 YouTube 江之岛一日游的影片。然后呢，有粉丝问说，这一次的影片是跟雅虎合作的吗？对，那其实我们是跟雅虎有长期合作，那我们平常在 PO 的影片也会定期的上雅虎 TV， 但这一次的江之岛的影片是特别跟雅虎的夏季旅展合作的拍摄影片，那我们以后也会跟雅虎有更多的合作，大家敬请期待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什么呢？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Chloe， 耶、可以坐王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hloe。对，那大家最近在影片常常看到 Chloe 会出现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她是我们之前在日本的好朋友 Jennifer 介绍给我们认识的。我是 Jennifer 的学妹，之后也会常在东桥影片出现哦，请大家多指教。那大家请给她多多打气，就是给她多点支持哦。我是包伯，我是韦恩，我是 Chloe。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